踩在话题上的明星们，李彩桦自称是百分百天然美女。对于明星整容这件事，现在的网友似乎早已是司空见惯不说，甚至还玩起了大家来找茬的游戏，罗列出了一堆小脸嫌疑犯，而小脸美女李彩桦就不幸上榜。对于这件事，李彩桦觉得自己真是六月飞霜，冤枉呐！我真的可以对天发誓，真的没有完全，因为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那个十几岁的时候比较有点婴儿肥嘛，那个时候，然后到现在长大了之后就没有什么了。深渊要拿出证据，对此李彩桦的说法就相当的有创意哦。因为其实之前参加跳水的那个节目嘛，就是说整容的真的是他在我那份合约上面就写着这整容的都不能去跳，因为怕跳下来的时候就全部都散掉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写出这个条件这个要求是真的是对的，对啊，所以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天然的。